你早就应该让我来的，自己又不会照顾自己，只是不应该让妮子来跟我们遭罪。这孩子身子弱。 之前我就听说，这个岛上的粮食会经常发霉的。我想养一只鸡，下了蛋给妮子吃。这小岛上冬天特别冷，小鸡怕是活不成。只要人能活，鸡就能活。那你受苦了。 也好，省得你污蔑。你不是在做研究吗？怎么这手上都是茧子呀？没事儿，白天体力劳动，晚上脑力劳动，刚好。劳逸结合。